这家亮跟陈光马上要结婚了，咱们做家长的总不能让陈光嫁过来就跟着一起受委屈。哦，哎呀，这个事情要不要等黄花他爸爸老麦回来？哦，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。什么事儿？我这次来呢，还有一件事情是为了陈光的弟弟小枣。小枣啊。我女婿凯德律所，那是燕尉署的山号的大所。哦，我想着这小枣不是快毕业了吗？那毕业生找工作那可是太难了，动不动几百几千个人竞争同一个岗位。就是啊，我想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愿意的话，就让小枣去我女婿那里历练历练。这南艾斯的工作可是头等大厦，你看。 方圆律师，我好像听小枣说起过是方圆，我当时还说嘞，这个名字起得好，哎呦，那就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实习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这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。哎呀，回头我就跟我女婿说去，别实习了，直接转正。哎呦，这真是太好了。 哎呀，你真不知道啊！现在小孩子找工作有多难哦。是，就算现在在实习，那也是一只脚在里面，一只脚在外头，对吧？那实习要是不成呢，不是还是落空吗？啊，对的。哎呀，这下我就放心了，放心了。你就放心吧。哎，那你也放心吧。啊，姚总那边，我就。 我就去走动走动，我知道他脾气臭嘛，没关系，我就跟他对吧？哎，帮你们说说话。哎呀，那怎么好意思呢？按理说嘛，应该我自己去周旋。哎，你不要去，你不要去，你又不认识他，你去没用的，对吧？那就麻烦你了。哎呦，不麻烦，一家人嘛，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啦。哎呀，喝水呀，喝水呀！哎呦，我的水啊，我的火。啊，别着急。哎呦，我的。 姚总啊，姚总，哎，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您是啊？哎，你们姚总呢？是这样，阿姨，我们现在是工作时间，没有，所以没。啊，阿姨，姚总，刘阿姨，我来找你有事啊。坐。 啊，给阿姨倒杯水。哎，阿姨，啊，你这里好棒哦！阿姨，您今天来，不会是想找我买保险吧？啊？哦，哎呦，我都忘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姚总，你跟我们花花认识这么久，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吧？ 我今天给你做了熏鱼，很好吃的，一点都不比外头店里炒。你尝尝，尝尝啊！谢谢，阿姨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哎，其实也没什么事儿。哎，我就直说了吧。我今天来找你啊，是为新家的生意来找你的。 我们和新疆呢，虽然在有些事情上面还不是那么协调，和谐，但是
成为家人的是肯定的啊。他们呢想让我来找你，说是不是在这个生意上面能够啊支持他们一下。哎，我在想啊，如果你能支持他们嘛，也好的咯，你不是多一个信任的人了嘛，对吧？嗯，刘阿姨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我想问麦晨欢知道这事吗？他这个人倔得很，一定要在工作上公私分明，这回怎么开窍了？这回是他的终生大事啊，不是小事啊。哎呀，所以我这个当妈的能替他做主的。哎，干完这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假了。对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摆酒啊？我跟你说，我最会帮人挑婚纱了，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。你不急呢？春欢姐，哎，你妈妈去找姚总了，快去看看。坏了。你那个文件发我一下呀，在我桌面上。密码是我的那个生日，你直接打开吧。哦。所以，新家这个生意啊，还是要请你好好帮帮他们，不然我们俩……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我刚刚在门口听到你说什么新家的生意，你跟姚总说什么了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新家亮他们那个招标会，那个姚总招标会啊。妈妈，这是我工作的场合，姚总是我的上司，你怎么能自己来跟姚总说这些呢？哎呀，人家姚总他也没有不同意。姚总是吧？姚总，对不起啊，我会回去跟新家亮好好说，让他把心思放在设计稿上。关于招标会的事情，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对不起，打扰了，妈妈，我们走。我还没说完。走吧。哎，姚总，吃鱼吃鱼啊。慢走。老板，这鱼还真如你所愿，自己上钩了，还是根须鱼，看起来味道不错，你尝尝。我可不尝。这是那什么？慢慢问你，你今天来跟姚总说什么了？哎呀，没说别的什么呀，不是才说上几句你就来了吗？不可能，我刚刚听到了，你跟姚总说什么新家招标会的事情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那也没什么，他这生意我们不是刚好认识姚总吗？婉欢，佳亮妈妈亲自上门来讲和，已经够给面子的了，我们没什么架子好搭的了。哎，再说姚总，这生意不是一动嘴的事情吗？他跟谁做不是做呀？所以说，是新佳亮的妈妈找到你，让你过来跟姚总说招标会的事情是吗？啊，妈妈。你怎么拎不清的呀？新家妈妈找你，你就答应，你就过来了，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新家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。我在酒店工作了7年，一直勤勤恳恳的。你这么一来，我以后还怎么在酒店工作呀？哎呀，这有什么呀？那妈妈这样做也是为你好呀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已经答应新家亮妈妈了。哎，好巧不巧，你弟弟小枣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，就是他女婿开的。他妈妈可大气了，一挥手，哎，马上转正，多好啊！妈，你怎么把小枣也拉进来了？哎呀，那是我弟弟。哎，弟弟来了，再见啊，在外，再见。哎，你说这麦家妈妈拎不太清，但我感觉这陈欢还挺不错的。你确定就准备这么让他牺牲了？这婚事不成，也许是件好事。依我看，新家配不上他。人家两个人不成，跟你在中间搅和的不成，它是两回事儿啊。人家麦晨欢有自己的选择，你去通知一下朱振。把他升级调成我的私人秘书，直接向我汇报，负责后面的招标会。你这心呢，是真狠。
怎么回事？陈总工作也解决了，黄花婚事也解决了，这么开心、这么愉快的事情，怎么反而都愁眉苦脸的？哎，好像我做错什么一样了。妈妈，你怎么能擅自替姐答应新家，去跟姚志明牵线呢？那是你姐姐面子薄，她不好意思。我这个当妈的出场有什么错啊？婆婆你自己说，人家新家这样做是不是给足面子，给我们下台阶了？妈，新家来设好，你觉得真的是为了我跟嘉亮的婚事吗？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？我知道你担心小枣的工作，你最起码问一下她自己的意思吧。当初我毕业的时候你就这样，没有问过我，直接找张培生阿姨帮忙。结果这么多年，我被同事背地里一直喊关系户，现在到小枣了，你又这样，轻一点。新家这样来缓和婚事的事情，这有什么好怀疑的？你要知道，你也是很优秀的，他们肯定是要挽回这桩婚事的。小枣，你一个二本学历，你想留这么好的律师事务所，不是想留就能留的。这样的话，他帮我们，我们帮他们，帮来帮去，这叫利用动脉。人脉。对，人脉。妈妈，雪莉的事情我辩驳不了，但姐姐的事情你真的不应该插手的。况且姐姐向来不喜欢把工作和私事混为一谈。什么公啊私啊的，哎，好不行嘞！啊，你难道想永远睡在这个白天瘦晚上大的小床吗？你难道想在一个小卫生间里面人都转不过来，一辈子洗下去吗？不是我这样努力，这家里的日子什么时候开始好起来呀？来来来来来，吃水果吃水果。哎呀，我发现现在家里怎么搞得像个火柴盒一样，一点就着。来，多吃点水果，消消火啊。老婆，我觉得你最近啊，这个好像肝火有点旺。来，多吃点。你才旺来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小枣的工作，欢欢的婚事，你都没有鲜明的态度，懂我倒浆糊。哎，你们上哪去啊？姐弟齐心，出去谈心。妈妈，你消消气吧。来来来，都弄干了，洗这个要拿下来的，记不住的。那吃的时候拿掉不就完了？你看，哎，哎，你明天什么时候上班？我几点上班你知道啊？老时间呀。明天你去买点贵重一点的礼物。礼物啊，什么价格？至少不能低于四位数。你要送给嘉亮他妈妈，那我又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。这个事儿还是你去吧。不是，送给姚总。姚总？对呀，明天你不管下跪，不能真下跪啊，反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到姚总那儿去表示感谢，听到吧？小枣，转正的事情，姐姐想听听你的想法。姐，我好不容易拿到大律所的入场券，但周围的同事个个都是名校海归毕业的，他们瞧不起我，我心里也憋着一口气，想着靠自己的真本事转正，也能扬眉吐气一下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妈妈接了新家递来的橄榄枝，直接给我泄气。姐姐明白这种感觉。我的工作也是张培生阿姨介绍的，所以这些年，无论多么努力，多么出色，可但凡只要出一点点小错，都会被贴上是走后门进来的。努力不被公平对待，这种滋味确实很难受。本来同事就质疑我是怎么进的方圆，现在好了，
直接坐实关系户，我就等着被戳脊梁骨吧。小枣，姐姐也经常被人说闲话，但是姐姐想告诉你，你进了这家律师所是你自己的实力进去的，跟新家没有关系，跟妈妈没有关系，跟姐姐也没有关系，所以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。当然，如果你待的实在太难受，俺也不憋屈。总之，姐姐想告诉你的就是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姐姐都在。咱们不啃老，但允许你啃姐。姐，以我的学历背景进方圆律所实习，那已经很难得了。进大律所工作是我的职业理想，我绝对不会轻言放弃的。姐姐当然知道，我弟弟很有实力的。我只是担心，我接受了这份转正合同，会让你在新家那边为难。我为什么为难？我弟弟这么优秀，我弟弟凭自己实力都可以转正的，跟新家有什么关系？可是新家搞了这么多事情，什么所谓的高门大户，这些都是虚的。我是担心你在那边受委屈。小枣，不用担心姐姐，新家这边的问题我会妥善处理的，相信我好吗？赶紧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一会儿咱们吃完，给爸妈也带两碗。还是要面好吃。又多吃点儿姐。陈嫂，哎，恭喜转正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。恭喜恭喜啊！陈嫂，欢迎你正式加入我们。我就说陈嫂能行吧？你看你们真的是优秀。跟大家宣布个事儿啊，陈嫂提前转正，大家的奶茶我都请了。啊！谢谢刘律，谢谢刘律，把奶茶都分一分啊。哎，你坐坐这儿。不是，刘律。哎呀，坐。下午你跟田律出外勤是吧？哦，对。哎呀，我看今天呢，这天太热了，你就别去了。回头我跟田律打个招呼，你呢就坐这儿吹空调收报告就行。不用了吧，刘律？哎，什么不用？哎，那奶茶给他拿一个。哎，陈总，我再给你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坐啊。没想到啊，陈总，你有这层关系啊。当初你干嘛还让我给你面试机会啊？不是师兄，我懂了懂了，不用解释了。我还有个电话会，我下午出外勤的时候叫上你。今天确实不是你生日，今天是你升职。我升职？什么意思啊，陆总？你还不知道呢？不知道。好，来，我宣布一下，从即日起，姚总正式调你到行政去做高级秘书，以后有任何事情直接向他汇报。来，这是调任通知书。哇，恭喜！快来让我沾沾你的喜气。你的升职加薪已经有了，接下来就是被高富帅迎娶了，苟富贵勿相忘啊。陈欢啊，说句实话啊，突然把你从我们的这个部门调走啊，我还确实是舍不得，但是我从心底里为你感到高兴啊。你们大家都记着啊，麦成欢是你们每个人的榜样，只要好好干，人人都有机会。陈欢到了新的部门，要更加努力，前途无量。没有没有，朱总，我其实现在还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突然升职了。但是无论我去哪儿，
都是朱总您的帮助，我才有这样的机会学习的。哎，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。你看我这一身的本事还没有完全交给你呢，你就给调走了，这我这将来我的衣钵谁来继承啊？哎，我来翻译一下，朱总的意思是以后没有我们陈欢兜着了，所有活都得他自己干了。这净说实话。哎，好了，那个钟欢，是不是该请大家吃个下午茶什么的啊？对啊，欢姐，没问题，我请大家想吃什么喝什么，告诉我。太好了，欢姐。好了，你们啊，先帮着陈欢把他个人物品什么整理啊，去吧。走吧。哎，不用，我来就行了。欢姐，您就坐起来。你看看人家，又是嫁豪门，又是生秘书，羡慕不来呀。是啊，夫君、上司，两头提携，咱们谁有这本事？太不好意思了。这麦承欢啊，看着不争不抢，可实际上呢，那眼睛看的比谁都高。不好意思，今天订单太多了，我忙不过来发了，明天给您发出去好不好？明天一定给您发，您放心吧。哎哎，好，谢谢您的理解。好，再见。没有看时间了。哎，你别闹。哎，走了。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我知道了。跳得不错呀！哎，你一直在偷看我跳舞啊？你来你也不打个电话？我给你打电话了，是你没听到？不是，你看看我今天这么多订单，我忙着发货，哪还有时间看手机啊？哎，你工作一天了，你也够累的，你还帮我呀？没事，我白天呢是脑力劳动，到你这儿呢是体力劳动，劳逸结合。你来我这儿，你体力劳动是吧，麦晨总？好，还有这么一摞纸箱，今天都帮我打包了，行不行？好，没问题。干活。哎呀，慢慢弄啊，让我歇一会儿。姚总，坐。这是招标会的定向邀请函，你拿回去看看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姚总，这个……有话直说。跟我做事，效率第一。那我就冒昧的直说了，您为什么提拔我给我升职？这还是没直说。其实你想问，我升你的职是不是跟德善家具有关？我是不是想利用你跟德善家具的关系，把他们给绑住？还是姚总说话够直白。的确，我有这样的顾虑。我想你搞清楚，我们和德山家居，谁是甲，谁是乙，谁有求于谁。我们当然是甲方，只是什么？即便我是领导，我要用你的人脉，那也是你的价值。在职场上做事，
如果顾及这顾及那，那么那个人永远都不会成功。一句话，能不能办成？想不想升职？当然想。那就好好做。明白了，我会公事公办的。真是替这个小陈欢捏把汗，你说这么大个事儿摆在他面前，不好搞啊。没有人能经得住权力的诱惑，即便是之前坚守底线，那也是因为没有得到过。邢总，我是姚志明。招标会的项目我已经交由麦晨欢来对接，期待未来我们的合作。您好，我是郭提切利的，我找邢总啊，帮您联系一下，稍等。往年比稿竞标，我们今年发过去的样稿都石沉大海，现在设计部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，我也犯愁呢。不好意思啊，辛总出差了，他不在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是来送定向邀请函的，那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。好的。欢欢。哎，麦经理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今天是来对方案的吧？你们认识啊？之前在王总的饭局上见过。多多照顾一下，我老婆。醍醐灌顶，醍醐灌顶，我还有会。先走了，他醍醐灌顶了。你出来吧。哎，阿姨去找我妈，你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呢？啊？我妈去找你妈了。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啊。阿姨想请我妈帮忙牵线姚志明。为了招标会的事儿，我妈直接去我办公室找我们姚总了，因为这事儿还帮忙把小枣的工作转正了，你都不知道吗？啊，帮小枣把工作转正了。那是好事啊。你怎么听后不听前呢？这不是好事不好事的问题，是阿姨在找我妈之前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我呀，哪怕你跟我说下也行。对对对，这事儿我妈做的。我接个电话。喂。哎，我知道了知道了。啊，行行行，马上马上跟他们说声对不起啊。来。那个。这事我妈做的确实不对，等我回去说说她。算了算了。你先进去开会吧。啊，行，那黄昏我去开个会啊，因为都等着我呢。那我先去了啊。哎，那个一路平安啊，宝贝儿，路上小心啊。麦晨欢，好久不见，猪猪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呀，我在这附近上班。啊，吃午饭了吗？要不一起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走走走。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。真是没想到啊，你现在是辛总的秘书。哎呀，这说来也是缘分。那年我不是在跑展会吗？我刚好接待的就是辛总。那个时候我正想着怎么跳槽的事儿，我就和他毛遂自荐起来。哎，我记得大学那次选班长，你也是毛遂自荐，最后胜出了。这么多年还是这么勇敢，未来得山老板娘的夸奖，受宠若惊呀。我跟辛佳亮的事情你是知道的？当然，先说一声恭喜啊。你说作为员工我都知道，想必辛家对你是无比看重的，小老板娘。我不是什么小老板娘。哎，我之前也不知道辛家亮的背景的。总之牵扯了太多，现在又忙又乱的，不提了。我最近也是又忙又乱。你怎么了？你们酒店不是有个姓姚的总监空降吗？很可能借着招标的事儿
与德山解除合作。为了这个事儿，我都好几个星期没休息过。我没有听我们姚总说过这个事情啊。这些日子老辛总为这个事儿愁白了头。如果拿不下悦达，德山就折了最大的客户，又好关门歇业了。有这么严重的？真的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承欢，特别提醒一下你啊，你要是嫁到新家，那就是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现在你刚好在酒店工作，你有一手信息，你要是能帮，就帮帮新家一把，这样你嫁过去更有底气啊。猪猪，谢谢你的提醒啊。不过，公是公，私是私，工作上的事情属于机密，我不好滥用职权。况且，我的职级也不够，而且你也是知道的，老板们怎么选择、怎么决定，我们无权干涉，也没有办法左右。承欢，这次招标对新家、对德山真的非常重要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猪猪，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，就先走了。今天我请客，等下次有时间我叫上毛毛，我们再一起聚。好，我先走了。谢谢。这么多年还是那么假正经。拎不太清，但我感觉这陈欢还挺不错的。你确定就准备这么让他牺牲了？姚总，姚总，看您一直在忙，没敢打扰您。关于定向邀请函，我今天都已经发过了。还有关于我们酒店供应商的招商标准，您这边还有什么建议吗？没有，已经很完美了。早点休息。麦承欢，其实新家这样的家庭，能让女人发光发热的地方，只有厨房和花园，不会有别的地方。毛毛姐，早呀！早，没吃早饭吧？给你带了三明治，还有乳酸菌，喝点这肠胃好。谢谢。听说你工作转正了？你那天来店里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出息了。又不是靠自己转正的，我说不出口。工作还顺利吗？顺利。不用伺候领导，不用熬夜加班，到了公司就各种被夸。哎，毛毛姐，你不是平时睡很晚吗？今天怎么起个大早过来接我？
才又不是你姐，昨天大半夜给我发了一个消息。哎，猫猫，新家为了和我们酒店合作，拉拢我妈当说客去找姚振明牵线，他们家还直接把小嫂的工作转走了。我担心小嫂因为突然转正的事情被同事说闲话，她从小报喜不报忧，有事情都憋在心里的，你找个机会帮我探下她的情绪啊。我跟我姐说我不在乎，可公司里的那些人前一天无视我，后一天又各种夸我。我觉得，我跟你说啊，这帮人就是这样的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我就是搞不定职场这一套，所以我才自己开店。你真的不要往心里去。我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让我姐在为我担心。你觉得我幼稚吗？不幼稚呀，有人担心多好呀，我还想有人担心我呢。真的？是不是真的假的？你到了公司呢，给你姐发个消息，别让她一直挂着。嗯，走吧，送你去上班喽。哎呦妈，以后这种倒水的事情就不要自己做了，回头磕着碰着的，我这又大着肚子，家里谁照顾你？哎，怎么了？还在为你儿子的婚事发愁呢？你爸不是让我去找陈欢妈妈求姚总，招标会上高抬贵手，可我昨天刚刚听说，麦陈欢升了职。就负责招标会，哎，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知道这个女孩子面上乖巧，那心里不要太精哦。那表面上一副什么都不要的样子，回头就把我们家的生意全都攥在手里。嗯，这算盘打得可真够远的。可你弟喜欢她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那现在更是了，那听说你爸同意了，天天上赶的去找人家。那么就更应该帮他把稳方向盘啊，这还没结婚就把他拿捏得死死的，这要结了婚还得了？回头不光得养他，还得养他们一家子，没准他那个弟弟成家立业养孩子都得靠我们家。你看，这不刚帮他弟弟把工作都转正了吗？也许是我小看那姑娘了，也小看了他们一家子。哎，没事没事，妈，你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吗？什么呀？他不是要骨气吗？那我就让罗明礼准备一份婚前协议，他要是签，我就进他的骨气；他要是不签，那他的狐狸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？这样不好吧？再说了，那你爸还有求于人家呢。这有什么的？那是他自己要装清高，那就让他装好了呀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德山家居新总的秘书朱宝俏。之前我们在供应商大会见过面，我找你有点事儿。我在工作呢。你想让我帮你拿到招标会的标的，那你不如直接去找你们小新总的女朋友啊。麦成欢现在可是姚总身边的大红人，人家刚刚升了行政办，你找他更快更简单。等一下，你等我说完再走也来得及吗？
你跟麦承欢是同一批进公司的吧？嗯，麦承欢快成德山的老板娘，住大平层吧？你还住在这郊区的老房子里，每天来回挤三个小时地铁，甘心吗？不甘心又怎样？公司的职位我没办法帮你争，但更实惠的东西，我倒是可以帮点忙。不知道够不够诚意？如果能保住订单的话，诚意还会更足。我想帮你改善下住房，倒是没什么问题。你们老板有你这样的员工，还真是好福气呀。间谍。但是这件事情风险很大，一旦出了差错，我不仅会丢了工作，还会名誉扫地。当然了，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嘛。请相信自己。